十四啊，你卖什么货？那我们中官进人，因有进有都无问题。那是有啥货啊？那是卖好鸭饭嘞，火嘞鼎菜，也是日头挂白，鸡也久嘞，啊嘛有地油茶色，咖啡手皮。哎呀！有啥通好底钱的无啦？底钱，我有腰刀官。笑死啦！腰刀官是底有偌济钱？哦，啊你若钱济，我有家己甲布袋啊。笑死人哦！家己是去食咧用的呢，啊布袋是底头用的。哎、欸，啊照你安尼讲，啊米糕上届好爷的王老板，啊伊甲我买家己，啊就是要改行做乞食咯。人讲天会光会暗，啊！你干大杂用布袋来堆土，啊，不晓用来堆黄金，啊，真是戆啊，白白上，啊，你甲我糟蹋。那我心里是讲到买卖，无论你是先生小姐，也是老人囡仔少年家。拢是真花真假，绝对无相配嘞。我叫人去乡，若有欠用，都爱紧来买。暗汤要食薰，找无火；啊，要出门找无鞋。白白，啊！拍到我是嘴大喉阔，汗流哪细，哼！无人买，安尼确实嘞，我要去休困，树卡坐。变成路边的幽影公。